咁啊，今次呢個 trip 去台灣高雄同墾丁啦，咁我就想做一個小小嘅挑戰，究竟用港幣10蚊可以同台灣人換到啲咩翻嚟咧？Hi， 我係 Cameron AT 啊。我係牛多嘅。我唔知啊。係 ，Hello。現在我們在高雄接運，然後我們現在就去 R64 巨蛋的瑞豐夜市，即將去這個夜市之前就記得即刻給一個 like 我的 Rahal 還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對了，繼續吧，我們拍個遊，喂，到了，为什么今天揀这个地点呢，就是因为呢这个瑞丰夜市呢在台湾来说是非常出名的，它就有20年的历史，而且这里的摊位是有1000个，所以呢应该找到不少台湾的本地人。高比高比，你觉得换到什么？我觉得可以换到纸巾。你觉得换到什么？换个公仔啊。你好你好，你们有时间跟我玩一个游戏吗？我是来自香港的 YouTuber， 我现在有这个港币10块，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交换。这个吗？这个是来自哪里的？刚玩游戏的时候换到的。有没有其他的？100可以吗？换100块？你确定？确定啊？可以。谢谢你。不会。祝你平安哦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有进展，我哋成功用10蚊港币10蚊换到台币100蚊。港币嘅25蚊左右。你们有时间跟我玩呢个游戏吗？我怕他空啊。不然不然。你不要干嘛？还是你要拍他？他也是香港人。他也是香港人吗？哦，即系睇下佢肯攞咩换。系啊系啊。系啊。好啦，我哋行啦，继续我哋嘅。我哋有香港嘅同伴。拜拜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没有？那我不要紧啦。祝你换到好东西。好，谢谢你哦。拜拜。你好，要睇咩交流先？咩嘢啊？阿姚哥喺度啦，嬲紧啦！好啦，各位，前几日咧我哋就去咗高雄夜市嗰边，而家咧我哋带住呢张100蚊台币嚟到垦丁大街嘅做翻你嘅挑战。我觉得我们东西你应该没办法换，华语的好换一点好吗？谢谢你们 ，Hello 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香港人。你有冇啲咩可以同我交換咯？我哋冇喎。你哋冇啊？我哋都係啱啱先買咗嘢啫喎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拜拜。拜拜。有睇。fans， 簡單。一千塊。這個是什麼咯？護髮。護髮。哦，可以。這個給你。好，謝謝你。護髮嘅東西 ，I don't know。I don't know。我而家 check 下要值幾錢先。很久很久，刚刚我跟一个女生交换的这个护花书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机台的卡片，你可以拿去 Seven 玩。要看有在玩的人，这也比较难一点。哦，这给你好了。好了，这可以吗？好了，这个很可爱。好，这个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哋换到蜡笔小新的湿纸巾，佢冇开过噶。That's good。不行啊！Hello， 还有呢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日本。好，你们好。香港人，香港人，好想睇过你系咪有做回忆嗰条片啊？有 follow 嘅，有嘅，有嘅。咩？我有碌过喺 YouTube。冇名啊！佢唔系 fans 佢哋。你哋有冇啲咩同我换啊？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系湿纸巾咯。未开过嘅。约唔得啊？唔得啊！你唔够。我哋全部病晒啊！全部病晒。呢本咁样就。用过噶，但系用过。咁应该唔得啊，我换唔到俾下一个。好啦 ，enjoy 你哋。拜拜。Sorry， 我好多香港嚟嘅。我是香港人。I don't speak. No, it's just like, do you have anything better than that? Oh, paperclip. I really don't have anything. Oh, iPhone. Okay, of course I'm okay. Okay, thank you. Enjoy the trip. Hello, 你们好，我是来自香港 YouTuber， 然后我就是在玩这个移步宽舞。这是什么？针筒。这可能不行啊。这不行。更高价值一点点。价值差不多的。这个啊。这可以吗？你不要吗？你要不要跟他换？飞嘟嘟走位嘛。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谢谢谢谢。你 YouTuber 是什么名字 ？Hello A Y H O。你们有看香港 YouTuber 吗？少看，那就可以看我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换到呢个公仔，哇呼！而家换到一只猪猪公仔 ，I guess 市价加100蚊港纸，我当。继续。我完全没有东西能跟你换呢，我就带了个手机、个钥匙跟个包，你说能换什么呀？防晒而已。只有这个，你能换吗？还没用过。是拆封而已。那个，拜拜。我们要想一想，点解？我们家最值钱就是狗，有没有九只狗？就是看看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这个小猪交换的。你背包什么东西吗？
看一下，有奇怪的东西吗？内裤啊，真的有奇怪的东西。我去订阅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你们都去订阅。我交换了一些订阅回来。好，一二三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而家讲紧时间都10:30啦，所以暂时告一段落，我哋去机场再睇下换到啲咩。OK， 拜拜。我哋而家嚟到高雄国际机场，临飞之前大概九个字，而家攞住呢只猪仔，究竟最尾呢只猪仔会变成啲咩呢？咁我而家台湾就得翻半个钟，睇你哋咧有冇嘢可以同我交换？边个咯？价值多少嘅？120蚊台币啊！120蚊台币即系3蚊港纸。3蚊港纸。哦，有。你有冇啲劲啲嘅嘢俾我？俾屋企人咁唔好，呢个啦，我嘅挑战完咯，咁就送佢俾你。多谢。最后一转，我哋换咗呢个海边走走鱼酥，系呢个系价值120蚊台币，喺机场买嘅话系120蚊台币，所以我就当佢120蚊台币，由10蚊港纸，即系40蚊台币，换咗做82蚊台币，抵过炒股呢个3倍嘅盈利。咁我哋就翻香港睇下会发生啲咩事啦。拜拜。啊！今日是蚊的生日聚会，我决定将呢份台湾带嚟的礼物送俾你。我有一份台湾的嘢未送俾你嘅，呢、這个，你点收啊？呢个系特别嘅，呢个特别嘅礼物。你睇下，呢个系名特别名产嘅鱼干啊，呢、這个自己整嘅。呢个自己整啊？系。呢个人整。呢个海边就再去海边度整鱼酥嘅，我整咯。系咩？海边可以整到鱼酥嘅咩？系啊。自己做啊？自己整噶，全部都。多谢晒在剪緊呢條片嘅瞬間，決定問下李來業有咩諗法？你點睇我同台妹玩？冇意見。冇意見點解？因為我請過佢哋。唔出得啦！唔出得。出片嚟，拜拜。拜拜。真係撲親啊！